近日 ，Angelababy 在微博晒出和贝克汉姆、学员西子合影，并配文：“星期一的打开方式。”照片中 ，Baby 扎着哪吒头，涂着大红唇，少女感十足，一双细长美腿也是格外抢镜，让网友大呼美极了。而前段时间，吴秀波在接受采访时被记者问及和 Angelababy 合作的感受，波叔也大赞 Baby 非常敬业，迄今为止和他合作的每一场戏表演都非常优秀。他是一个非常敬业也非常聪慧的演员，他每天很少会到现场，而且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的跟我们共同笑对着台词，他非常认真，非常好。他演技的问题也是一直是一个争议。迄今为止和他合作的每一场戏，他每一场的表演，都让我认为非常优秀，非常优秀。